开始没？你说开始。三二一 ，camera。大家好，我是修车阿中。今天我参加那个盛世公主号游轮，4日游，4天3夜。现在刚好要驶离基隆港，慢慢的驶离基隆港。哇，基隆港真的。第一次坐这个游轮，现在在转弯哦。哇，这个货柜的。那个是要去哪里的？我没有看过。暖暖，可以通暖暖。这个十几万吨的那个游轮，盛世公主号是最大的。公主系列。公主系列。我听那个司机讲说都12万吨还是13万吨。14万吨，14万吨，哦，好大，OK了吗 ？OK。